就是液压油管的吧。你这样的话吊车好过一点吧，这样能保证。嗯，不卡开。有点卡着，来，然后是这两边的吧，清洁油缸的吧，两边是一样的，那一面就行。盖子挡的全在这堵。你看我在拍视频吗？拍视频没？你要不火这个吧，给来平时穿板，平时穿板速度买就速度20，再找一个盖子了。这个螺栓能放这里面吗？放了吗？那个补盖的，这个还是直接拧上面，没有螺栓吗？你这个？嗯。这个它不就这个吗？如果你不嘛不粘造嘛，放外面不粘造嘛。这一根管子现在没了吧？嗯，这个是门架上面的活跃管。嗯。你可以看看用水怎么加的，最好用水加。